在目前这个时代呢，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元化，任何人都有可能担任工作上、职务上或者是身份上的领导人。那么如何才能扮演好一位领导人的角色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最好的领导人是啊，不相信也不以为自己就是领导人。最好的领导人不会呀、扮演着是一个领导人的一种姿态。最好的领导人呢，是让人家领导的人，能够让人家领导，自己呢，最后啊，是一个最能领导人的人。可能这种话人家很多人听不懂啊，其实很简单的，能够被人家领导，接受人家领导，能够啊认同人家的领导，你这个人是最受人欢迎的。你这个人呢，最能够配合人的，能够配合人，为人达成呢他所需要达成的目标，完成他所需要完成的工作，那你这个人是啊，每一个地方都会欢迎你的。像我们的龙禅寺啊，像我们法鼓山的僧团里边呢、也有这种情形。有的我的徒弟之中啊，有的人呢、每一个单位都希望他去，因为他去的时候啊，就能够把那个单位啊和谐起来。为什么？他都是被人家领导，这看看先到了你这个地方，他一定配合你；到那个地方，他会配合你。你想要做什么，你想要完成什么，他就配合你完成。所以像这样的人呢，人人受欢迎，人人欢迎他，但结果呢，他是被领导呢，还是领导人？他最初是被领导的，结果大家都需要他的时候，他其实他已经变成领导人了。所以这个非常微妙的，如果一个领导人摆了一个领导的架子，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听我的。你们不听我的，你滚蛋；你们不听我的，开除；你不听我的，记过；你们完全听我的，那这种叫独裁。这个当然用权、用势、用钱，人家就是叫人到屋檐下不敢不低头。这个你的淫威他是服了，为什么？他要生活，他要赚钱，但是呢，是不是能够啊心悦诚服呢？不会。真正的好的领导人呢、一定是为人设想。他有什么困难，他替你先想好，或者是呢他没有想到的，你提出困难来替你解决，他主动的替你解决问题，经常啊替你主动的考虑到问题，想到问题。但是呢他会尊重你，他不会马上啊告诉你说你照我的意见去做，他不会，他尊重你，尊重啊你的意见。我不是一个很好的领导人，但是呢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他住世的时候就怎么说的，我不领众。他自己不是个领导人，僧众的事僧众大家来管，所谓僧众就是大众的事是大家来处理，大家来管理，大家来运作，
这是啊，以尊重大家的意见来啊处理大家的问题，大家的事务。佛没有事情，佛是他没有事情要做了，佛只是呢人家遇来的问题不能解决了，用佛的智慧，他说哦，这个事情呢最好是怎么处理呢会好一点的啊，你发生问题了嘛，这个佛已经替你解决问题，可是下一次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这个佛原来处理的问题的那个方式应用不上了，那又来跟佛讲了，佛啊你上一次讲的啊告诉我们的方法对那个人有用，对这个人没有用怎么办呢，哦对这个人的话呢你用另外一个方法好了，所以法无定法，因人而异，人需要怎么样子领导呢，你用什么样子的方式领导他，需要什么样的问题方式来解决呢，他就怎么样方法解决他，他没有需要解决问题，你不需要给他鸡婆，他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恰到好处的解决，恰到解决问题，所以是他不领导人。如果说一个公司的领导人，一个机构的领导人，你都能够有这种心态的话，有这种修养的话，你就会尊重所有的人，你把所有的人当成呢都是你的领导人，那你就会过得很快乐，因为你被领导，做被领导是要比领导人是快乐的，做领导人是很痛苦的，很辛苦的，在任何情况下能够啊被人领导是很幸运的，你能够经常做的自己是被人家领导的，就是说你是啊已经是长官了，你觉得你的部下是啊比你聪明的，你的部下会把事情做得比你更好的，你相信他们，那实际上他们就是领导你，这样子的话这部下们呢一个单位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做出来的事就是你要做的事，哎，这个多好，这个是最好的领导。